환영합니다. 它里头有眼儿，你去左边藏个眼儿，然后把这眼儿排了。这日女儿插的眼儿不行啊！呀，没插呀，这也太不细节了吧你们啊，不够细节呀！미니언들이생성되었습니다他 W 服迪勒特拜德什么意思不能给你打了，自己打吧。我得上线了。我头一回见着我打一半，给这打野打一半，然后跟我打信号的，我帮你，那是我对你好。我不帮你，那是我的本分。你还给我点上信号了，还。拜拜。别别别别别，打不到。还一级还学个 W 还。操，这凭啥呀？他生了，啊！我死了，不好意思，我死不了，我是不会死的。对，追就硬追，对，就追啊，就追，对，就追。我还能不死，哎，就是我的线儿啊，薛威是有点亏了，这老鳄鱼给我控住了。中路被单杀了吧？被单杀了。二级，他把技能全交了，跑了。哎，你还真就别装，兄弟。这蜘蛛怎么又来了？哎，我操，我醉了。装一手假猴吧，我真是醉了。这蜘蛛，这老蜘蛛，哎呀，要越塔杀我呀？不会吧？套个点盐吧，给我换了。不是你这瞎子怎么走一半打野去了呢？你为啥去打野了呢？我没明白呀，兄弟呀，你看不出来他俩要强杀我吗？你打一半跑去打石头人了？好蠢的瞎子，真是蠢到家了！我天哪，我以为他能过来呢。他连过来都不过来一下，我天哪！你是最起码你是不是是象征性的？你过来一下也行。护甲还，我操！简直是佛了！
这把我肯定是不行，看你们的吧。我一共我补了九个刀，他蜘蛛上来我两趟，我都不知道怎么玩。等个七秒钟有 W 的，很有可能他在这里边等着。我都没法上，我都不敢上。他应该没了，应该没在这里了。这如果还在这里的话，这有点过分了。真牛逼，真能蹲，我操了，真能蹲。我就这么告诉你们，他至少蹲了能有一分钟，百分之百。而且他带的应该是扫描，他扫这地方没有眼儿。并且我往前走的一波他没上来，你知道吧，他没直接E我。我手里捏着 W 我都没放，他等我到这个位置的时候他才E我。这人确实是行啊。等他推啊，他应该能推得过来。又搁这里来了，剩下的靠你们的了。我掏了个点烟，这个线儿啊，没法推，这个线儿不推了，推不了。你说这人都膈不膈应人吧？那中路啥事儿没干，跑来上路帮他清了一波线儿。哎呀，我的天哪，这队友啊！走了，一会儿要强杀我了，快走，快走，赶快走。那蜘蛛往上路，马上打峡谷先锋，你他妈还在这听你，我操了，真是。能干点人事儿不？能不能去打破小龙？你说我都不打野，我都知道那虾那蜘蛛百分之百上来打峡谷先锋，你还跑过来他妈清野？你说这人，哎呦我的天！滚！
别往我这走。人家拿完龙拿峡谷啊，拿完峡谷人家拿龙，我们家这人从头到尾只刷野，一个瞎子让蜘蛛压了一级。我不知道他在干嘛。他不像个人，他不知道他在干嘛。江沟六六六。적을도저히막을수없습니다제압되었습니다미다가파아이고내마야아미다가파是你的意思能到钻石我他妈都服了都真的我是不是不应该这样，但确实给我气坏了，他也太菜了，他有点像买的号。借的号，那你打辅助去呀、啊？哎，可不好杀的那鱼呀、啊！小龙不打，峡谷不拿，队友让人塔下强杀，人家跑去打野去了，就这样式的。打的没脾气，我这是一点办法没有。这蜘蛛他们跑我上路斩当，然后人家队友打了个16-5，狠不狠？遇不到就算了。不要了，给他们、嗯。我没有办法去闪现断他，我断不了。我断了，我估计他们也都死了。포탑이파괴되었습니다
不行了，我不能再猜了，蜘蛛百分之百可上路。点了，点我肯定不点呢，那能点吗？等着我一点，你老说我操盘，我不点。他们能拆掉就去拆掉，要拆就拆，拆不掉就拉倒。950，把黑切除了。别点了，别点了，真的别点了，不像个人，这瞎子，这瞎子根本就不是人能玩得了的东西。出去啊，别让我看见你是主玩瞎子的。这不是操作问题，不是手感问题，不是菜的问题，他脑子不好使，你们知道吧？